对今仔日去，你就是正式的比丘，今后的责任搁较重。若是自动延迟请假，四段烦恼，万尽行修，上求佛道，下度一切众生。基婆，多亏你用心栽培，若是这能威名远播。如今咱西域拢知影，我屈指出了一名高僧啊！讲过去了，即马才是落实修行的开始。啊，是啊，国王，若是丰收的比丘家，由哪来？什么高僧之称呢？林波山观鸟不畏险阻去求法，若是又在高处随缘说法，尽力塑造姓名，早已传遍西域各国啊！以此名声，怎不能称为高僧呢？高僧也好，比丘也罢，拢是外在，重点也是伫内心的修为。你敢讲你又搁有啥物想法啊？都是如今一念成在，我的任务也总算是完成了，今后我也该有自己的对镜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要来去天庭占用佛像，继续救化修行？天庭，你活山过岭，活过溪湖，好不容易才会当倒转来苦集。这无偌久，你不但又搁要离开，而且又搁要去抗衡的所在，这若是如今依然学有所成，苦集的味道，不是，甚至是整个西域一中原，有意来弘扬佛法大乘。利益众生，每一个人拢有其因缘，有其任务。这要是我知影，我心界何往的理由？你，我明白。只要你决定的代志，任谁也无法动摇啊！海里隐庙里的香，隐庙里文化。隐庙风铃，立险立尊，愿意一生付诸大乘之道，以报大恩。望庙莫要牵挂，自在利行。得到参悟，解脱自在，誓愿再来。
爱感恩恩护恩，团团里民军，县长县长，我心里惯跑相思。天地路遥，愿为众生拿盏灯，不为艰难做牺牲，待生回情悲欢生，点亮心灯照无明，
胜，天王，我军也大胜啊！这就是我想要挃的吗？天皇，这留下来的敌军，咱要如何处置？三、四、万来，千万啊！一统天下，国所求，为官安定，民我大秦护建，统一天下，原是要让百姓过好日子。可是眼前这一切，却是为我操心啊！抓紧杀掉！鲜血流，抓紧杀掉！鲜血流，天皇，好消息！我大秦另外一队军队已经成功攻入襄阳城了。襄阳城，李将军传达我令，我军进入襄阳城，切莫惊了百姓。另外，城内六九伏尸绝对不可毁坏，尤其有一位高僧，名叫释道安。一定要好好款待伊呀！是，主上，但是心未明白，为何主上要特别对一个精灵如此礼遇呢？唉，李将军啊！
我会用个带予百姓安乐的生活，却无法抚平众生的心灵啊！即马有道安法师，我会用安心咯。黑早天王，请知影除了在中原的道安大师，近来在西域也出了一位名闻天下的高僧，就是原本屈一国的王子鸠摩罗什。相信我父亲真紧就会用得见到你呀，天王。那安尼，咱今嘛先扫阵地，转进襄阳城。是。罗什，你看，相来了。苏，苏，是苏来了。苏在上，请受罗什顶礼三拜。问心就好了。多年不见，罗信已不再是当年那位小沙弥了。师父出巧了，佛陀大师远道而来，我苦之功真是方便贤惠啊。国王贵意了，苦之功如今是佛教的重镇，我当然也要来占用一番啊。师兄，
咱嘛十多年无见了。是啊，当年咱同齐伫咧师父的身躯边，研读阿含经的经上，是历历在目啊。阿含经，师父，你为何？老师吧，你如今讲说大乘经典，俨然是一派宗师。我想，你可能早就已经去上座部离去了。我正是为着此事而来呀、啊。老师弘扬大乘佛法，学说之事，早就已经风闻皆闻。人人拢来问我，老师为何会改宗大乘？我并无了解大乘的思想，所以才会来到枯寂，名为方丘，实为了解此事啊。原来如此啊！您别言道理，本王是一窍不通啊。那安尼，我就先退休，也好好恁好好唱谈，正好会当反复宫中设置塑像，时到再请各位大师一同用斋呀。多谢国王。如你，你就随本王一同退下。父王。我想要留在此地听因说话论理。你敢听爸爸？父王，千万不可小看奇怪，你哪会知影我无如奇宝高庙，行中落实一般的慧根呢？嗯，好好，你留落来也好啊，你千万唔通随便插嘴。交了大师啊，兄弟，多请大师多多包涵。敬上国王。老师，你我师徒之间就不免。客气登晚问话了，是，请师父直接教诲。啊，对了，白孙王，我这次来不是要来跟你诉求，你可有收到书信啊？我虽然替为依旧，但却是对国事十分的关心。到底咱西域各国是要该遵倒一条、倒一个为主呢？托了书信之后，一时间我也正在思考此事啊。天王，到底是收到什么书信，竟会如此为难？是大秦天龙福建派人送来的书信啊，福建。